大家好，今天要来开箱新的礼包给你们看咯。今天我们来开箱的是小猪的礼包，总共有三款可以选择哦，而且这次只要80颗钻石就可以购买了。首先第一个是猪大哥，是一只黑色的小猪，它有一个帽子，然后还有一件咖啡色的连身吊带裤。再来是橘色的猪二哥，它也是有帽子，然后还有一件蓝色的吊带裤。再来是佩佩猪，超可爱的，我最喜欢这一只了，它也是有一个帽子，然后它也是有一件服装，是绿色的。接下来是医生要来先分享给你们看咯，他购买的是猪小弟的，拿到猪小弟的帽子咯，可爱的佩佩猪的帽子。然后是猪小弟的服装，是绿色的，而且它的屁股圆嘟嘟的哦，还有一条领巾。然后接下来他要来开箱这个粉红眼罩的箱子，他抽到了7颗钻石哦，那你们抽到多少呢？接下来给你们看一下，这是小宝宝的体型，这是中宝宝，这是长腿宝宝，这个是胖胖的小猪猪。体型分享给你们看咯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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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去哪里玩呢？你们看我的屁股很可爱吧，我后面还有一条小尾巴哦。大家喜欢佩佩猪吗？可以跟我分享哦。再来是 Oh my god 咯，他也要来开箱分享给你们看了。他购买的是猪二哥的礼包，拿到猪二哥的帽子咯，是粉橘色的颜色，很可爱哦。还有猪二哥的服装，是蓝色的吊带裤。开箱就分享到这里咯。再来也是分享体型给你们看一下，这是小猪猪，这是中猪猪，这是长猪猪，这是胖猪猪。要一起跟我比赛吧，我们来比赛呀，来赛跑啊，你追得到我吗？跑到一半好累好累哦，肚子好饿哦，我要吃3层5花肉。再来是我们可爱的风铃团长，也要来开箱分享给你们看咯。他购买的是猪大哥的礼包，猪大哥的帽子很可爱哟。再来是猪大哥的服装，是咖啡色的吊带裤，而且它的领巾是红色点点的哦，也是非常的可爱。那这三只小猪你们喜欢哪一只呢？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哦。今天的开箱分享就到这里啦，下一集将会分享三只小猪恶搞的剧场哦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，记得来收看哦。喜欢请帮我按赞哦，订阅哟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